给你揣水，嗯，然后等下你要讲十分里面你要打他几分？一个一个来。一个一个啊。OK， 好，先给你这个。刚刚好，不会太软，也不会太硬。没有到很甜，茶味会比较浓，偏有一点点苦，嗯，有点大人的味道。大人是什么意思？嗯，咖啡的味道，咖啡比较浓的，哦，你苦吗？有点，比较甜啊，比较甜，你的味道都比较普通，珍珠有点硬。我忘记味道了。怎么办？有点不好喝，有点不像奶茶，很甜，很甜。可是它味道比较淡，很甜，比较淡。我觉得太甜了，然后珍珠有点太浓，鲜奶的味道会比较重，然后没有那么不比较甜。我希望它的珍珠就刚刚好，然后也比之前的大力，可是有点咖啡味。茶的味道很香，甜度也刚刚好。怎么办啊？觉得我前面的分数都打得太低了，又不能再低了。我蛮喜欢这个茶的，它没有甜，它茶味比较多，奶也还好，香精的味道藏在里面。没有这么纯的奶茶味，不知道不好喝，真的不是纯的奶茶味。珍珠可以是我喜欢的。嗯，绿茶的味道，绿茶。我们今天要测试的是珍珠奶茶，这个很像绿茶，专业品茶。OK。可以来。啊。念。这茶还可以，只是珍珠不行。茶味差不多，只是珍珠比较软。珍珠也是很硬。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很多问号？为什么？它奶加太多了。喂，如果我这个可以哦。什么？哈哈。你这边会比较顺口。这个应该不是奶茶哎。还是它融掉了它的杯子。不懂，我觉得它奶茶的味道不香。珍珠在硬啊，然后它奶茶很有奶茶味。我觉得它奶茶的味道不香。没有，就是我自己喜欢的。它比较，它珍珠是我比较喜欢咬的。比较。有垃圾桶吗？垃圾桶拿这边，你修这边。太多，珍珠了。可以再给我猜第七个，第五个。
的。第五个？哎不，嗨，第一个。嗯，就是这个。8分呢？8分。哎没有，7.5啊。那你给他4分而已哦。那个咖啡喝。它已经盖掉这个味道，所以我还是很难喝到咖啡味道。你喜欢这个。